陈庆奇。彰化县消防局十二号早起伫花坛乡全国乐园大饭店举办119消防节庆祝表扬活动，颁奖表扬全县职优消防人员，感谢因一年来的辛苦，为县政共同打拼，守护全民的安全。那咱拢知消防的是牵涉到咱的性命财产，而且爱来真感谢咱遮拍火兄弟、富轩姐妹，无论讲是为咱这个平素时的这个宣导，还是讲救灾时阵，拢会使讲吼非常用心啊，伫遐为咱的乡亲看顾咱的性命甲财产，再次用机会感谢。全国消防楷模凤凰奖哦，是站在我身边的四位哦，有福兴的一消分队长梁分队长。有第二大队的消大队长，有我们的消防局的秘书啊蔡富斌，还有我们北斗防火先导队的分队长啊林素珍啊，总共四位，我们在这里要除了表扬他，还要恭喜他们。哦，啊，感谢我们平时义消兄弟哦，对我们消防局哦，对我们的政府，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。我在这里感谢我们消防局，我们彰化县县长对我们消防局的支持。活动颁奖表扬107年全国红红奖消防义消志工楷模、彰化县消防楷模、消防局红红杜汤鹦鹉棒、抢救重大灾害职优人员等等12个奖项，总计有202位人员受奖。同时颁发57位义消总队长、副总队长、各大中分队长的聘任聘书。王馆长希望大家做伙打拼，建立彰化美好希望的城市。公益频道陈碧良花坛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